就扣两个螺丝就行了。你还开得紧啊？等一下放个灯。放着，直接就。变灯掉了。不会的，这螺杆在吵。 这个灯你是朝这边吗？无所谓的。它只是支架嘛，固定头，然后看它那边是怎么样的。好，这两边就不要装螺丝，可以。